所。2023花在彰化活动五日圆满闭幕，今年以梦游仙境为活动主题，由花仙子带领游客漫步奇幻花海、急流仙境、树林冒险与皇家花园间，遇见彰化农业的鲜活多彩与生命力，搭配精彩的轻航机表演、飞行等各式展演活动，吸引超过95万人次。从大年初一到十五，我们西周公园的话在彰化今天正式来落幕哈，那总共到2点的时候，我们总进来的人口数已经有到95万了。那这次呢，除了我们把彰化的这个花卉以及我们相关的，包括有多肉啦、我们的羊角啦，以及很多的这个沙漠型的等等的这些啊切花啦等等来做相关的一个展示之外，那也要谢谢我们这很多的企业共襄盛举哦，把我们2公顷多的一个场域也布置得美轮美奂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彰化有提供了非常多彰化优先，有让这些青农他们能够在这边啊做啊相关的一些展售，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所有啊工作同仁带来的辛劳，谢谢企业主大家的一个赞助。县长啊，他上任以来啊，就一直把我们的花在彰化呢弄得非常的好看，又有很多值得看的哈，尤其今年结合到我们顺风来做飞机的一个飞翔哈。那县长刚刚问我有没有带动这边吃的，有羊肉，真的我们羊肉很好吃哦，因为我们的羊肉是很多口味，包括煮的方法都不一样哈。所以呢，等一下邀请这些好朋友，如果时间上许可，记得要吃吃羊肉再走。王惠美县长感谢各乡镇市公所、农会、各级休闲农业产业协会的协助，以及在地企业及外商大力的赞助，包含彰化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允强实业、晨雅能源、中华电信、天丰新能源、沃旭能源、彰化县田尾公路花园协会、华轩绿能、联合再生能源、永达绿能科技等企业的支持，将彰化县的花卉园艺之美呈现给大家。大家相约明年再见。花在彰化，明年见。公益频道林义俊，西周采访报道。